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期将带大家来了解的区块链项目是 Amaterasu。关于什么是 Amaterasu，首先我们都非常不陌生的就是 NFT。NFT 作为非同质化代币，是加密货币中的一种。那 Amaterasu 它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 NFT 项目，它将实现由发行 NFT 资产到交易、抵押和游戏的各种功能。目前一些 NFT 爱好者的市场正在增长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它的投资门槛非常的高，只有少数爱好者购买 NFT 是用于收集目的。那 Amaterasu 的到来呢，将会替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将实现的目标，结合流行产品的成功因素，提供不断发展的价值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放心的参与。关于 Amaterasu，它是有一些特点，比如说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动性，允许我们去交换 BSC 代币。我们还可以使用 SAMT 来进行流动性的挖矿。关于 NFT 的抵押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说明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将单个 NFT 作为抵押品来获取这个代币 SAMT，还可以通过组合多个 NFT 来赚取我们的这个 BUSD。NFT 扭蛋呢，它就像一个日本版的幸运饼干，它有五种稀有性，稀有度越高，那抵押的奖励就会越高。我们将建立一个系统来以 Amaterasu NFT 作为交换，为其他的游戏项目，并提供兼容性，可以在 Amaterasu NFT 的这个市场去进行买卖。同样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推荐朋友来获取我们的这个奖励。关于 AMT 的这样一个代币信息，它的总供应量、类型是 BSC，以及它的一个合约地址。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数额的分配情况。我们可以在的一些平台，比如说 PancakeSwap 上去进行购买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materasu DEX 这里去进行购买。这边如果大家了解的是英文模式，这边可以切换到中文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分红池、奖金池，在这边进行交易。解锁钱包，挖矿池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个人的余额收益，还有分红池、奖金池、市场。那这是它的一个推荐系统。把您的这个推荐链接发送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，然后点击创建，那这里呢，你就可以获得10%的推荐奖金，购买10个盲盒。每购买一个盲盒，奖金将会直接发送到您的地址，将会消耗100个 AMT 创建推荐链接。那创建链接后，不要清除缓存。我们在 CoinMarketCap 这上面的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，关于 Amaterasu 的代币信息。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价格。它的一个数据图，实时的行情，
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它的今日价格、24小时的交易量，这边都是实时更新，以及它的一个价格统计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它24小时的价格变动。24小时的交易量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查看 Amateurs 的一个市场情况。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交易量还是100%。那关于 Amateurs 的它的这样一个路线图，分为两种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营销路线和发展路线。营销路线呢，他们通过在 SNS 社区公开上市到 CoinMarketCap，或者是做广告，在一些国家进行营销，与加密影响者的合作，与 NFT 影响者的合作，以及与欧盟俱乐部足球队的合作，与日本 IP 合作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营销做的也是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广泛。关于它的发展路线呢，是从预售启动网站，开始开发，进行空投。然后进行合并，与其他项目合作，添加可在 NFT 市场中使用的代币，以及开始一些项目，NFT 的一些创建。它的发展路线也是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的多样化。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合作的网站，大家可以点击进去，实时的去关注它的一些信息。关于团队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团队的成员，它的首席执行官、首席运营官、首席技术官、营销官等。同样呢，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他们的最新的一个动态，在这里可以点击进入到他们的推特，或者是电报群，或者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官方页面去进行关注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关于 Amateurs 的主要信息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关于 Amateurs 的信息。好的，再见，拜拜。